咁樣覺得阿伯都有機會。阿伯樓，明白。年中，我往往公司帮忙的。现在一处理到他现在的问题，什么障碍？我们努力的啊，现在塑造塑形，说什么啊？现在说一些情况，刚刚我这边报出来了，因为只是平面嘛，我多一是宽度的。这张纸是这个前挡是哪一台？我们的西摩前挡。没有，是说这现代的车。你说这片玻璃啊？嗯。玻璃，我也不晓得是什么。现在大概遇到这个情况了，你在这里割。割。应该是不是短了一小节啊？对啊。每个年轻青年是心脏病。主要它大致看我们怎么收缩的怎么样，先去上去，上去定的一个，代表酒还没有喝够，以后喝就没这么准，一喝够就准了，啊，喝够就准了，酒喝够才准，没有喝酒会抖。我们这边会再确认的，喷水其实确认有没有服帖平整。对啊。我有时候还用那个片啊下去把。对啊，再通访一下。哦，我现在就试那个，准备还有一点是袋子，然后这种方式就是车子进来，我前后挡玻璃要先擦拭干净，要先洗干净，小心点水，会降尘的啊。你这个意思是先整个撕掉吗？不是，先拉一层膜。我先让你筋膜。对，你筋膜跟胶之间先喷水。你现在先喷水，以后再铺盖下去，对，铺盖下去，然后再把它卷起来。好，铺盖下去。
化膜也是在停在车上，也是这样撕起来喷水。啊，那就不用两个人拉，就直接进去，因为你已经拉开了，拉开了就很好弄。你等会你进去的时候就是，等于放了一点水更容易干，是不是？因为它本身就是要有润滑度，不然它一下子就坏掉了。哎，这一道我还没学到。这一道我没学到。哎，大部分同学。这个像这种情况，环境一定要干净。就是用室内环境嘛。嗯。上面环境一定要干净，不然你。就在外面不行了，外面风一吹就不行了。这肯定是室内的，室内的操作方式。室内没有错，有一些室内也是风险蛮多的。可是像这种情况，要先喷湿。不然它镜面会吸。对啊，就是要喷水，所以下面要喷水，玻璃本身喷水，然后上面膜也要喷水，还要降层。你干嘛一定要剪那么小？越小越好用。是吗？最起码到福建久，好，不然有东西就走掉了。不会，你这样子很好。OK。这玻璃放那没地方放哎。不是，我从随便放，就正常是不要这样放，那边脏。然后玻璃，这个不能翻过来可以，可以翻过来，这样就好。啊，对，应该不是这样的。哦，你放下去这样贴，当然好贴了。不是，我们正常的话，在车内一样这样子拉，一样。对啊，要不然你立起来，我把它立起来，立起来，我用在车内啊，我把它立起来，没有这样子套长了。我先拉一点，拉过去。正常的贴法啊。洗玻璃的动作就省点了，就省了，好。小心。没事。洗玻璃的动作不就省了？就等于是洗好要上门。洗好再打点水的意思了。对。这是一个人的上机的方式。对，一个人的方式。你这玻璃立起来的时候，我就卷反。这个卷的是要从哪边卷？应该左右没有，你如果在车内的话，它是这样放，从这边放。对，所以说你卷是从右边卷过去的。对，所以说我刚才卷，因为我们是平放的，所以无所谓。因为它前面都撕开了。嗯，对。我们主要是拉住你，啊，然后正常我们在车内是从我们右撇子的，应该是从那边，这样做法变成左撇子的做法，啊，就是一样道理，这样拉，啊，固定好，然后对位，好像颠倒，反了，你那边才对吧？不好意思，对，那没错，我在左方对，啊，这是颠倒。如果对位最好的就一直拉，前面对位 OK 之后，后面就拉过去。收工。啊，我已经会了。知道了哈。